第六十届金马奖得奖的是萧亚全老狐狸，本日公休。最佳剧情片《石门》。为何关羽和鬼变的家人没有解释？武康人，武都青年。谢永新，但愿人长久。恭喜。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拍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相信台湾有全世界最专业、最敬业的剧组人员。22年里，我拍了100部戏，莫大的功劳要谢谢你们。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剧本里看到爱，那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给予我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的电影集结了一群非常美好的人。如果不是你看见我的光，我今天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。想要谢谢小小这个角色，他真的很不容易。想跟他还有跟小小一样特别的人说，继续加油，保持善良。所有入围的人，所有入围的朋友都不侥幸，我们都应该值得为我们所拍的电影骄傲。但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自满，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电影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